唯婚礼李荣浩狂减肥，眼镜都被瘦大了，却还被调侃最丑明星新郎。因为今年7月李荣浩在34岁生日当天才刚求婚成功，正当大家还在猜测到底小俩口什么时候举办婚礼时，9月17日就突然爆出有民众目睹两人到大陆合肥民政厅领证的照片，第一时间双方都没有正面回应。没想到过了两天，杨丞琳今天在出席代言活动时就帅气回应，对啊，找一天有空就去领证了。没过多久，李荣浩就晒出了两人的结婚照，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2017年9月16日，杨丞琳现身李荣浩台北小巨蛋演唱会，这是两人恋情曝光后首次同台亮相。李荣浩突然亲吻杨丞琳，亲到对方脸变形，一度引发热议。